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，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8-660，012-001-198-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生命电视向您问好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主義愛